谭海琪透视装恶斗大婆说说，近年谭海琪唔少角色咧都有好大嘅发挥，例如之前大帅哥嘅叶天娇啦，金宵大厦嘅方家敏等等，都叫观众咧留下深刻印象。最近佢就忙于为新剧《爱美丽狂想曲》开工，虽然有李佳芯、陈盈担正，不过剧中佢同黄子恒嘅感情线咧非常精彩嘅，因为佢喺剧中啊饰演黄子恒嘅情妇。日前谭海琪咧就喺花墟同大婆孙慧雪拍摄一场对手戏，剧情交代佢去到大婆开嘅花店摊牌讲数，只见谭海琪啊气势逼人，再加上一条鬼气透视大露背连身裙，对比之下雪雪打扮嘅稳重大方、贤良淑德，对比度十足啊！相信呢场大婆恶斗小三应该几有睇头嘅。